网上冒名加州开罚。美国加州日前通过新法案，针对假冒他人身份的网民。法案主要是打击这一年来直线上升的线上骚扰行为。之前大部分的网上冒名攻击都无法可罚，可是现在新法律通过，涉嫌恶意冒用他人身份的网民可处以$1,000罚金或1年徒刑。但鼓吹网络言论自由的人士担忧，此法可能会波及纯粹开玩笑模仿他人搞酷手的无恶意网民。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.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.